Bismillah, alhamdulillah, wa salatu wa salam ala rasulillah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wa man tabi'ahum bi ihsan ila yawmiddin.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和平卫视为您播出的伊斯兰访谈节目。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婚姻的一些相关事宜及其丈夫应该对妻子履行的相关责任。这一期由李老师为我们详细的讲解子女及其长辈的一些生活费用由谁来承担。李老师，子女的这个生活费由父亲来承担，这是关于生活费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抚养权，一旦夫妻分离，那么谁抚养孩子，谁照顾孩子。伊斯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最怜悯孩子，所以他最有权利抚养孩子。他带着孩子直到孩子能够独立的吃穿，不用照顾。当他不用照顾的时候，那么父亲他更适合教育孩子，所以父亲这个时候更有权利带孩子。但是要强调一个，就是夫妻一旦分离的话，那么孩子不是说跟随母亲就属于母亲的了，也不是说跟随父亲就属于父亲的。孩子的父母永远是孩子父母，父母永远有权利探视自己的孩子。是的，一个女人说主的身体还维持着，妈妈的传自日哈的。如果女方信仰了伊斯兰教，她的丈夫没有信教，只要法官没有判决，则两人保持着婚姻关系。信教的一方应该鼓励还没信教的一方尽早信教，如果对方犹豫不决，可以给他足够的时间等待，哪怕数年之久也罢。就现在尤其是在一些城市里或者在西方，有一些女性加入伊斯兰教，丈夫反而没有加入伊斯兰教。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他一入教夫妻关系就破裂了，如果这样判断的话，那么会给很多入教的穆斯林妇女造成困难。因此本身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问题。那么我们选择马阿玛拉传述的这个从扎哈拉传述的这种传述，就是只要法官还没判决，则双方的关系还维持着。也就是说他们俩即使是自己私底下已经决定说我们俩的婚姻已经解除了，但是没有一个婚姻机构或者是由一个大法庭来判定他们俩的婚姻无效的话，他们的这种婚姻还是有效的，是不是？保留着这种婚姻，保留啊，只不过是在保留而已。这指的是一方信教，另外一方还没有信教。伊斯兰鼓励信教的那一方尽早的这个动员另一方信教，让他和他的信仰保持一致。如果保持一致的话，那么他们俩又可以继续生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夫妻之一脱离三教，由于在信教之后说出否认真主的言语，或者是有错误的信仰，或者是有意叛教，或者是否认先知、辱骂宗教、辱骂真主、天使，我一下子比赖以求真主保护我们，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脱离了三教。如果夫妻二人之一脱离了伊斯兰教，那么二人之间就分离，但这不是休妻。如果夫妻同时脱离伊斯兰教，然后一起信教，就是一起恢复了伊斯兰教信仰，这两人仍保持原有的婚姻，无需要重新缔结婚约。第三个问题就是父母之一信仰伊斯兰教的时候，孩子随谁？那么未成年的孩子跟随父母当中宗教信仰最好的一位，所以夫妻一方如果是穆斯林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话，那么孩子就随他，孩子跟随宗教最好的。是的，我觉得这也是本着对孩子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因为一旦孩子跟了信仰不完善信仰不好的一方的话，那么在他以后的生活当中也是对他有影响的。对，塞勒麦提的父亲信教了，但是他的妻子拒绝信教，他俩的孩子
还没有成年，先知桑德拉华里有桑德姆就让父亲坐在一边，让母亲坐在另外一边，让孩子选择，愿意跟父亲，跟父亲，愿意跟母亲就跟母亲。但是先知在孩子选择的时候做了一个独而已，祈求真主引领这个孩子，于是这个孩子就到父亲那一边去了。这是尼赛亚记录的审讯。那么此处让孩子选择，他属于特例，因为孩子自己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是的。真主并非引导其他的孩子，那么在这个特例当中，真主引导了这个孩子，让他选择信教的父亲，那是因为先知桑德拉·塞勒曼祈求真主引导这个孩子，那么其他的孩子呢，他不是必须要选择信仰最好的一位，那么伊斯兰教教法呢就判定孩子跟随父母当中宗教信仰最好的一位，所以双方一方信仰伊斯兰教，未成年孩子都被视作穆斯林，这是夫妻之一信教的问题。关于婚姻家庭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孩子问第一个呢，就是阿给个，一个孩子出生，那是真主给一个家庭的一种恩惠。那么这个家庭该怎样感恩呢？感恩的形式之一就是为孩子宰羊。这个羊被称为是阿给个，这个宰阿给个就是宰这种羊啊，它是强调的圣行。先知桑德拉华里有桑德曼他说，每个新生儿以他的阿给盖而被抵押，在他的第七日宰牲，当给他剃头和取名。又说，孩子有阿给盖，当为他放血，当除其脏物。这是五大圣训集记录的圣训。那么最好呢，就是给男孩宰两只羊，给女孩宰一只羊。那么给男孩宰一只羊也是可以的，因为先知桑德拉华里有桑德曼为外甥哈桑侯赛因宰阿给盖的时候，为他们分别宰一只羊。但是有其他圣训说明，给男孩宰两只羊，那么就是给男孩宰一只羊，两只羊都是允许的。是的，我觉得这也可以把它列为是父亲对孩子的一些，但是必须要完成的一些这是义务。强烈的圣训，对，这是强如烈的圣果训。没有能力，则不要求；如果有能力，就像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都有能力宰羊了，宰一只羊、两只羊无所谓了。那么一个孩子出生，这是真主给一个家庭的莫大的恩典。那么谢恩的最好方式是按照圣行去谢恩，那么就宰阿给个。那么宰阿给个的这种时间，如果方便的话，就在孩子出生的第七天宰，或者是14天，或者是第21天，如果还不方便，就任何一天宰都可以。关于孩子这种人，还有一个就是取金名儿、剃头。首先，对于新生儿，在他的右耳边念外宣礼。就是清真寺的那种外宣礼，Allahu Ak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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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hadu an la ilaha illallah, Ashhadu an la ilaha illallah, Ashhadu anna Muhammad Rasulullah, Ashhadu anna Muhammad Rasulullah, Hayya ala salati, Hayya ala salah, Hayya ala falah, Hayya ala falah,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La ilaha illallah。然后对着孩子的左耳念内宣礼，就是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Ashhadu an la ilaha illallah, Ashhadu an la ilaha illallah, Ashhadu anna Muhammad Rasulullah, Ashhadu anna Muhammad Rasulullah, Hayya ala salati, Hayya ala salah, Hayya ala falah, Hayya ala falah, Qad qamati salat, Qad qamati salat,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La ilaha illallah。让新生儿首先听到爱的声音，听到见证词的声音。首先是取金名儿，然后是剃头。在取金名的时候，给孩子左右耳念外宣礼和内宣礼，
然后给孩子取一个美名，然后剃头，如果方便的话，就施舍头发中的银子，这些都是慎行。伊斯兰教号召，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机会，这个利用所有的机会，施舍，帮助穷人。那么这个时候，得到真主的恩典，那么这个新生儿降生，那么也要适当的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一些困难的人。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Bismillah, alhamdulillah, wa salatu wa salam ala rasulillah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wa man tabi'ahum bi ihsan ila yawmiddin.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好的，李老师，请你为我们继续讲解。首先是取金名，然后是剃头。在取金名的时候，给孩子左右耳练外宣礼和内宣礼，然后给孩子取一个美名，然后剃头。如果方便的话，就施舍头发中的银子，这些都是慎行。伊斯兰教号召，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机会，这个利用所有的机会，施舍，帮助穷人。那么这个时候，得到真主的恩典，那么这个新生儿降生，那么也要适当的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一些困难的人。李老师，你刚才讲到的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是施舍头发中的银子，是相当于头发也多重，就头发多重，然后就施舍多少的银子，是不是这样的？对，对，这个数量很少，但是伊斯兰教号召嘛，在各种场合、各种机会，利用各种机会，这个给穷人一些帮助。其实这个量是非常少的。关于孩子的名字，那么圣训记录了男孩最优美的名字是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曼、阿卜杜拉哈姆，真主的仆人，普斯的主的仆人，特斯的主的仆人。还可以取众先知的名字啊，我们中国穆斯林很多取的就是众先知的名字，也可以取古兰经的一些章节的名字，比如说塔哈、雅辛这样的名字。那么中国穆斯林喜欢取众先知的名字，比如说阿丹、路哈、伊布拉希曼、伊斯玛仪的伊斯汉格、雅各本、约瑟、达乌德、苏莱曼、穆萨、伊萨、哈伦、穆罕默德等等这样的名字。还可以取一些圣门弟子的名字，比如说阿布巴克、欧玛、奥斯曼、阿里、哈里德，还有萨伊德、萨尔德、安巴斯、哈姆赞，或者哈桑、侯赛因等等圣门弟子的名字。是的，总之有很多非常好听、非常好听的名字来供我们选啊。对，还可以给男孩取一些常用的这个阿拉伯语的一些名字，比如说 Saif al-Islam 伊斯兰的宝剑、白哈文丁宗教的光亮、什姆孙丁宗教的太阳、努伦丁宗教的光明，还比如说阿萨多拉真主的雄狮、杰马伦丁宗教的美，还可以取像马哈穆德、阿哈麦德、塞利姆、克里姆、瓦利德等等这样的名字。那么至于女孩的名字呢，则可以取比如说玛丽亚、阿斯耶、海蒂姐、法特玛、阿伊莎、索菲亚、塞纳布、萨勒玛、哈利玛、哈夫萨、阿斯玛，或者是一些阿拉伯伊斯兰的名字，比如说甘姆伦丁宗教的月亮，或者是阿拉德公正、杰米莱顿美丽的、霍斯纳美好的、赫夫轻盈的、艾夫贞洁的啊等等这些名字啊。做父母的可以给孩子们起这些名字。
好的，李老师，那对孩子在出生以后要起名字，那比如说我们中国已经各自有了自己的汉语名字，是否那么这种起金名是否是必须的，还是说可以起也可以不起呢？每个穆斯林都应该有一个宗教方面的名字，所以尤其我们中国穆斯林没有自己的宗教的名字，所以我们要取经名。如果我们以这个名字互相呼喊的话，那么就知道对方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啊，对。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在阿拉伯国家，这个都无所谓，因为他的名字一听就知道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名字。在中国，通常是在学校里，在就是。我们使用身份证或者是护照上的名字，但是在穆斯林这个圈里面，在家庭范围内，通常使用自己的金名。关于新生儿，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哥弟，或者是称为做顺奶，哥黑特奶。那么哥弟是一种良好的卫生习惯，从纯医学的角度说，它对男性的健康和生育都有益无害，它让生殖器无法藏污纳垢，而且减少生殖泌尿系的疾病。因此，现在许多医院，尤其是男科医院，都做这种手术。那么，在中国的西北，穆斯林家长都会给适龄儿童做割礼，有时候还为此请客，过烈天。就仿佛非穆斯林那种成人礼，所以重视程度可想而知的。对。关于孩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小要教育孩子接近教门。先知萨拉拉华里有三德曼礼拜的时候，他背着外甥女五骂们，如果他叩头，就把孩子放在地上。这是布哈里记录的圣训。先知。算到拉法里有三嘛，曾经在讲台上演讲，然后看到外孙哈三及侯赛因在走路的时候摔倒了，于是他从演讲台上走下来，然后把孩子扶起来，抱到自己跟前，然后他继续演讲。先知算到拉法里有三嘛，曾经去礼拜，当他叩头的时候，哈三。或者猴赛呢会爬到他的背上，先知算到拉赛呢嘛就延长叩头的时间，直到孩子下来，然后先知算了算了才起来。那么实际上，先知算到拉回来算了嘛，可以让一个家人，或者是让一个仆人来照看孩子，就让孩子在自己家里，不要到清真寺来，更不要在礼拜的时候靠近自己。但是先知没有这么做。孩子想玩就让孩子玩，甚至于他把孩子抱着在里边。我想，先知当时应该想的就是说，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伊斯兰的根植在他的内心当中，以便他在长大以后能够很容易的来履行拜功呀，对，干一些伊斯兰事情。先知的行为一方面表面他喜欢孩子，另外一方面就是让孩子从小受到教母的熏陶。对，从小要抓起这个伊斯兰的教育。所以先知算到那算那么。经过孩子的时候，他给孩子们说 “salam”，assalamualaikum，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他说 “salam”，还有圣门弟子，比如说 Anas，当他见到儿童的时候，他也给孩子们说 “salam”。他遵循了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的这种做法。是的，可见是的，算了，拉上算了嘛，对小孩的这种教育和给予他们的这种义务的大。有些问题现在这种社会它和我们穆斯林那种生活就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如果我们不对孩子进行教育的话，那么孩子会受外面的一些非伊斯兰的一些影响。孩子们出了家门，所看到的那一切，所听到的那一切，都是非伊斯兰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进行教育的话，那么孩子就会受他们的影响。对，现在外界的这个诱惑非常的大。对，所以先知算到拉法里也算那么他说。当你们的孩子7岁的时候，就让他们礼拜；当他们9岁的时候，就打着让他们礼拜。这个打当然不是暴打，也不是痛打，这是让孩子知道，教育他们走教门之路势在必行。那么家长对这个问题
非常认真，非常严肃，所以从小教育孩子写教门，这是家长应尽的义务。国内一些穆斯林的孩子到了15岁以后，父母发现孩子还不礼拜，还不封斋，还不行教门，有时候就慌了，着急了，然后慌忙去教育，这个时候已经迟了。我们应该从小，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教育他们，那个时候我们说什么孩子会听，他习惯了以后，听了以后，他长大以后，他自然而然地走教门之路。好的，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请继续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会，谢谢。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